他是教练，他在锦，他在锦专教书。锦专，他就是游泳教练。他是游泳教练。这边游泳池在英国吧？人体的结构已经是奇妙到极点了，就我相信有神，可是我觉得圣经写的太恐怖了。你给我一点神，三分钟就好了。要了，我要走了。村民弟兄，村民弟兄在跟贺老师传福音。三分钟就好了。逃脱。三分钟就好，开始计时时间的那个清楚。然后以前有一个时代，那个时代是一个，就是现在恐怖。